绍一下你自己呀、啊？好啊，我就香港嚟嘅，咁就叫蔡国东啦。我系开妹记嘅，咁妹记咧就系、是、我系第三代啦。妹记系我嫲嫲到我爸爸到我啦。咁妹记嘅历史啦，我就简略讲俾大家听啦。咁我嫲嫲咧就。由呢個1979年咧，咁啊喺旺角一個地方開咗一個叫妹記啦，就賣粥嘅。咁到1980年代咧，咁就到我爸爸翻嚟，係啦，咁啊幫我嫲嫲手啦。咁我去到2005年咧，咁我就翻嚟幫我幫佢哋一齊去繼續經營妹記啦。咁其實我細個嘅時候咧，都會有出鋪頭啊，去幫我洗下碗啊，洗下粥咁樣。我哋夜晚咧都會做一啲 K-pop 嘅，咁啊為咗迎合翻新加坡人口味啊，咁我哋會有田雞啊，會有一個芥蘭啊，亦都會有豬潤啊咁樣啦。咁啊，我哋都係用一啲廣式嘅做法啦，姜葱啊咁樣，食落去係係好特別啦，咁樣係同埋呢度係感覺係有香港嘅味道。菜单上有很多就是小食啊，它的那个食材其实都用得很棒，比如说有北海道的扇贝啊，有帝王蟹啊，是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不同呢？其实我来到这里啦，那我都想带一些特别一点的菜给新加坡人啦，那我都会搜集当地最好最新鲜的食材啦，那我们也都将蟹啊扇贝啊去吸混入粥那里去尝试啦，那出来的效果是很鲜甜的。係啊，嗰、那個感覺好完全，尤其是呢個蟹啦，嗰、那個食嘅感覺咧係哇，食完之後覺得好特別，係啊，咁當然啦，如果我自己推介啦，我最中意咧就係食魚啦，嗰、那個馬友魚啦，因為馬友魚咧香港咧好難會揾到，呢度我睇好多好多，係啦，謝謝，謝謝你。